麻油长久以来就是作为来珊瑚的补品，为行销带来乌麻。市场方面，就七号率领农业局、康生化区农会、西港区农会、安定区农会合作，联合推出2020年行政做人成功，马上幸福乌麻油礼盒，并且推广予今年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的幼儿家庭饲食。这方面增加台南乌麻产品行销广告，同时也鼓励生育，予台南乌麻油更加侪人知影。另外，民政局也奖励台南市民生囝，只要伫今年正月初一以后伫台南市报户口。第一名幼儿发放生育奖励金6000元，第二名发放万二，第三名康第四名发放30000，第五名以后的幼儿每一位50000，提高生育奖励，也分享新生命来临的欢喜。一方面让大家更知道优质的台南的麻油，还有更让大家更知道优质的台南的农特产品，包括的芝麻的这个加工品，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让大家都能够了解，更进一步能够爱用，那更进一步能够让搞不好可以让我们的人口成长可以更增加，因为爸爸妈妈吃了麻油以后，妈妈恢复了快，搞不好就可以再生下一胎了哈。那所以说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都能够这个体会，而且能够了解，而且能够爱用我们优质的本产麻油。